percent. Thank you.
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节气，但是圣诞节它却是一个不分国家、不分种族，我们都一起来欢庆的一个节日。让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这位主，他是全人类的君王。主要愿神也在这时刻你与我们同在，主要愿神也在施恩的宝座上面垂听我们向你所发的一切的呼求。主要要为了这世代来祷告，主要知道其实这世代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羔羊你终究是那得胜的一方。主要我们在你面前就有这样子的盼望，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基督荣耀不胜彰显。
愿神使用这场聚会来使更多人得着福音的好处，我们同声开口来